明天我们将会承受更为猛烈的攻击。敌人来来，中水三井一员一弹，也绝不放弃抵抗。船长在装填，他们来太多了，一个兵舰老铁，迅速布阵火力点，走，坐起来。已经指挥看到了吗？弟兄们，来生再见。战况至此，全上海的百姓都会看着我们，四行仓库将是我们最后的阵地，也就是我们的坟墓。